我同我太太一直都想揾啲高質素嘅醫療保險，萬一有病同埋需要治療嘅時候，保障額唔會受到太大嘅限制。有一次，我朋友推介咗寶柏環球俾我哋，佢有好多朋友都係寶柏嘅客户，個個都話好好，所以咧，我喺2006年之後就揾 Booker 買咗寶柏環球嘅醫療保險計劃，到而家都10多年咯。記得喺2016年11月有一日，我個胃有啲唔舒服，跟住去睇醫生，做咗幾次檢查，最後證實患上咗雙極淋巴瘤。我以前好健康噶，每年都有做身體檢查，仲成日做運動，點估到自己患上個咁嚴重嘅病啊？於是我即刻打俾我嘅 broker， 佢即時聯絡寶柏，幫我申請預先批核，所以我喺幾日內就可以開始接受治療啦。由於我嘅主診顧問醫生提議嘅自體血液幹細胞移植係較罕見嘅治療方案，寶柏嘅醫療團隊好專業啊！我嘅病案經理立即將我的情況轉介到他哋英國那邊的醫療團隊，仲安排了我的主診顧問醫生一起開會商量。經過幾次會議，最後同意呢個治療方法對我的情況會有利，所以很快就批出了我的申請啦。我哋揀咗留喺跑馬地嘅一間私家醫院度進行治療，佢哋有完善嘅醫療設備同專科病房。好彩我哋買咗寶柏環球計劃。可以包埋我先生入住私人病房。手術之後，我喺醫院休養咗3個月。之後嘅一年，周不時都要短期住喺醫院，仲要長期食藥。最初我哋聽到治療同埋手術費要成400萬咁多，真係嚇咗一跳。就算我哋能力負擔得起，喺咁短時間之內籌集呢筆現金，都有相當嘅壓力。好彩寶柏嘅保險計劃可以包曬我全部嘅醫療費用，結果總數要成800萬。經過我先生今次嘅事，我哋唔單止體會到一份全面醫療保險嘅重要性，而且客戶服務一定要夠專業。慶幸我哋當初揀咗寶柏環球，我覺得寶柏唔單止係一間公平同可靠嘅醫療保險公司，佢哋仲會處處為客人着想。我知道好多人認為未必需要一份咁高保額嘅醫療計劃，但係我哋永遠唔知道會唔會需要佢，幾時需要佢，同埋需要幾多醫療費用。尤其是喺患病嘅時候，就更加要確保你能夠得到所需要嘅照顧同專業支援。我好滿意寶柏環球保險計劃所提供嘅優質服務同埋全面保障。我慶幸當時做咗呢個決定。